在国际贸易往来方面，中国一直秉承的都是诚信共赢的原则的，这也是让我国获得了大量的友好合作项目，尤其是在基建方面，就连一直将中国视为假想敌的美国，也邀请中国参与到了他们国家的高铁建设当中去了。由此可见，中国在这方面的成就有多么的高。也正是因为如此，中国获得了一个基建狂魔的称号。 同时，也获得了很多国家的感谢，但是有些国家却不一样，一边吃着中国的饭，一边却还要砸中国的碗。对于这样的国家，我国是绝对不会纵容的。在二零一五年的时候，中国在一次中英对话中争取到了英国新核电站的建设权，可以说这是中国首次打开英国的核电的大门。这个项目对于中国而言意义非同凡响。 因为投资金额的总数足足有两千四百亿人民币，在这个项目正式敲定之后，西方的各个国家都在为此不停的争论，他们都认为：难道英国吃错药了吗？这么大的一个项目，为什么要让中国来办？中国则正在认真的准备这一项目，对于国际上的流言蜚语选择视而不见，但是中国并没有得到证明自己的机会。 因为中国正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，英国方面突然传出一条消息：核电站项目流产了。而西方各国对此统一向外宣称是，是中国为其信义不讲道德，撕毁了项目合同。那么，该核电站项目到底是英国的阴谋，还是背后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？那么今天就让我来给大家了解一下事情的整个过程。大家所听到的这个核电站项目。 就是大名鼎鼎的新克利角 C 核电，这个项目是英国近三十年以来首个开工建设的核电站项目，而该项目更是有着世界顶尖的规模和投资额度。该核电站项目的选址在英国的西南部的萨默塞特耶，这里拥有着得天独厚的制造核电站的条件，这里地广人稀，而且北临布里斯托尔湾。 完全就是建造核电站的不二之选。该核电站成功建设将为英国近六百万户家庭提供电力。不仅如此，此核电站可以使用英国每年减排近一千万吨二氧化碳，对英国的环境有着很大的改善作用。在二零一五年的时候，英国发现自己的用电量正在持续的增长，各大发电站压力也同样在持续增长。 为了可以缓解电力资源的各个方面的压力，除此之外，英国的首都伦敦也是出了名的空气质量差，因为英国悠久的工业历史导致其环境十分脆弱，而核电站的污染显然要远远小于常用的火电站，因此这个新科立角 C 核电站项目就这样被提上了议程。英国的反对派得知英国要让中国参与建设之后，纷纷提出意见。 很显然，他们没有人想让中国从中得利。既然这样，那为什么英国自己不去建造核电站呢？是因为自己建造不出来吗？中国进入这个项目对双方来说都是有着重大意义。对中国核电站来说，这标志着我国核电技术的正式进入发达国家，我国核电站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。而对于英国来说，中国核电有着极高的性价比。 我国核电技术在全世界都堪称数一数二，它被工业界称为继高铁、航天之后又一大工业顶名片。我国的核电站技术已经发展了五十多年，在此前一段很长的时间里，我国的核电站建设都要依赖西方国家。二零二一年一月三十日，我国华龙一号福清核电五号机组正式投入商业运营之后，我国就已经能够完全不依赖进口。 让我国彻底从核电大国迈入了核电强国，而华龙一号如今已经成为世界最先进的第三代核电技术，拥有着超高的安全性和技术性，以及超高的性价比。许多国家找到中国合作，而且华龙一号也同样出口到英国。要知道，我国的核电技术发展起步要远远的晚于那些发达国家。我国第一次在国内建设核电站，已经是一九七四年的事情了。 而世界上第一座原子能核电站，则要比中国的核电站早二十年之多。但是当时的中国人并不服输，尤其是中国极有远见的战略，让国人知道，在未来国际电力资源的竞争，就是在核电站之上。事实的确如此，火力发电站太过于污染环境，水力发电站又有着极大的制约因素。 因此，核电站作为清洁能源，在二十一世纪之后的的确切,切成为了世界上互相竞争的重要项目。而中国人民在日复一日的努力之下，在核电站项目上完成了历史性的反超。在二零一七年的时候，中国已经彻底成为了国际上的核电大国。中国大大小小的核电站加起来总共有四十六座，中国的核电成绩在数量上可以说是全球名列前茅。除此之外， 中国每年依靠核电站的发电量已经达到了一千一百五十四亿千瓦。中国在核电上的成绩已经远超了西欧各国，这也就是英国选择中国来建设该核电站项目的原因。中国在接受该项目之后，便十分的认真上进，就像是给自己的国家修建的一样，态度一丝不苟，十分的认真负责。在建设初期，一切进展的都十分顺利。 甚至还时不时的有英国媒体来采访核电站的进展项目，但是剧本并不是按照我们希望的方向在前进。在二零二零年的时候，新科立角 C 传来的一则消息，正当我们以为是中国提前建成的大好消息的时候，却发现真实的消息却是中国计划正式退出该项目。 原因是因为英国政府在之前提出了一个要求，那就是要在原本既定的协议上增加一些条例，而这些条令无一例外的都是在针对中国。例如，英国想让中国减少对该项目的持股量，而如果中国真的同意了英国的条令，那么也就意味着中国在该项目上将会失去话语权。 对于我国撤资核电站项目，英国方面却将责任全部都推到了我国的身上，认为我国是因为他们拒绝我国的华为五 G 设备，处于报复才撤资的。很显然，英国的这个说法是完全说不通的。即便我国想要报复他们，也没有必要拿这么一大笔资金开玩笑的。毕竟，我国撤资损失将会是非常大的。更为关键的是。 我国对于和他国合作，一般都不会轻易撤资的。曾经和沙特之间的一个关于铁路建设的项目，最终我国亏损了四十多亿，还是帮他们完成了建设。所以，我国也不会因为其他项目的原因对英国进行报复。我国之所以撤资该项目，最关键的原因就是因为建造该项目的成本实在是太高了。 而造成项目成本高的原因是，英国一方面一直都不配合核电站的建设，甚至还不断的拖延建设的时间。出于这一目的，我国决定撤出英国核电站项目的建设。中国的撤资无疑是对英国的沉重打击，因为这个项目将会继续延续下去。而英国现在只有法国的支撑，如果英国不能在短时间内找到投资，相信法国就会进行撤资。 到时候这个项目就成为了烂尾项目，受损的还是英国自己。英国又想让中国出力，又不想让中国从中获得利益，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傻子来让你骗呢？中国选择退出完全是情理之中的事情。而且除了中国之外，日本作为一个小小的参与者，也选择了退出英国的核电项目。不仅仅如此，核电站的撤资使中国很多的企业在英国的投资纷纷撤离。 使英国高达上百亿的项目泡汤，给英国当地的经济带来了不小的影响。本来英国因为经济下滑了不少，本想借合作事宜将经济复兴寄希望于中国，却亲手葬送了复兴之路，造成了这样的局面。英国完全是自食恶果。我国对外交流合作一直都是互惠共利，达到共赢。怎奈英国又想搞点事，又想赚钱，鱼和熊掌不可兼得。 就要看英国自己的选择了。很显然，他选择了一条不归路。既然如此，中国对于侵害本国利益的行为绝不宽恕。除此之外，英国的这个举动很显然让中国对英国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转变。恐怕以后想请中国帮忙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了。就目前来看，中国在海外领域的基建项目上发展可以说是越来越好了。而失去中国的帮助，这才是英国最大的损失。 希望英国早日认清事实，你早已不是百年前的日不落帝国了，而中国也早已不是可以任人鱼肉的落后国家了。想要发展自己，就要看清自己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、分享、订阅，你们动动手指对我可是意义重大。就这样，我们下期见。